当前空闲车辆40，近五分钟车辆14，这就是目前的这个形势。早高峰的话价格比较高，一早上跑了，早上1.2个小时跑了3单，54块钱，其中一单是拼车单，一单是滴滴特快，单价都比较高一点。早上的话是没有开这个特惠快车的，特惠快车的话价格比较低。拼特惠快车行程，这个特惠快车是正常快车的8折，抢购订单的话是7折。像这种空闲车辆47辆，近五分钟总呼叫量18的，肯定是轮不到我这种新手司机的。今天滴滴在线6.7个小时，流水179，小喇叭的3单，43块钱。